第一题，想问一下仲宝，你今天代表我们2025双北市中运要来到新庄棒球场开球，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哇、哦，心脏扑通扑通的跳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刚刚用32中一起来练习，所以你现在表现的觉得应该很放松了，对不对？再一题，再一题。那我问一下，你今天要怎么拍球？你要担任主审、投手还是打者？对，你要投哦，你投得到吗？可以，好，非常有信心，加油，仲宝加油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掌声送给仲宝，好不好？为他加油一下。那既然仲宝都来了，我们今天的开球捕手当然就要邀请悍将最壮的庆霸江少信来接捕。有请我们少信来到本垒来就位，那么也要请卡洛琳来递上我们的棒球，好，再往前一点。好，仲宝，确认一下你的球路。好，那我们一起。